严重到要开刀，便秘来袭不容忽视。我不知道便秘会让我容易打嗝跟排气。我哭得正激动的时候，突然间就打一声，医生照 X 光就说你一肚子大便。在土耳其18天没上厕所，肚子这么大，而且已经长一颗肿瘤在痛。我人生第一次开刀就是因为便秘啊！便秘真的是人生大事。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熟女家务事。